各位朋友大家好，肺阻塞台语叫做气塌病，它是我们台湾国人的第七大死因，也是造成失能的重要原因之一。那么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呢？因为除了肺功能的障碍之外，它也会造成我们的肌肉强度丧失，那我们的营养不良，所以病人就不喜欢活动。那么根据研究，这也是造成死亡的重要原因。所以我们张基胸腔内科特别为您准备了七分钟的活力健肺操，让你勇敢，让你快活，让你走路真轻松，让你爬山都不喘。七分钟活力健肺操开始咯，我们摆动我们的双手，举起你的右手、左手、右手、左手，前后的摆动，启动我们的身体，开始暖身咯。五、六、七，双手放在你的腹部，吸一口气，两手打开，吐气的时候回到你的肚子，再一次深呼吸，肋骨胸口撑开，呼气回来，吸气的睁开，呼气的时候回收。我们做最后一趟，缓缓的深呼吸，吐气还原上肢动作，握拳，把你的手臂的上臂感受到有力量的往上推挤，放下，拉高，放下。跟着音乐的速度，不要急，跟着你的呼吸，跟你的身体做结合。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上肢动作，胸口轻轻的往你的胸口的下方拉扯。一、二，下拉，吸气，吐气，让你的胸大肌延展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。第三组动作，暖身手臂往前推出去，瞧瞧。往前推出去，瞧瞧。如果你觉得你很喘，你可以的双手不用伸得这么的直，也可以敲打，减缓成为一下也可以哦。往前推出去，瞧瞧，前推出去，瞧瞧。两手往下拨，扩胸，往下拨，扩胸。记得你的呼吸哦，在这边呢，你要做吸气，吐吐，吸气，吐吐，吸气，吐吐，一。二三四，进入主动作的第一组动作，右敲、左敲、上敲、下敲，右敲、左敲、上敲、下敲。在敲的时候，依自己的能力，如果你的手呢很有力量，你可以稍微再用力一点点哦。把我们的双手往右边拍拍，左边拍拍，上肢有一点点的转体的动作，但是你的头不要转来转去，可能会产生晕眩哦。所以请你在这边右边拍拍，左边拍拍。如果你很喘，你可以只要拍一下就可以了。第三组主动作，双手往外，两下，三个，四个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双手交叉。打开，尽量的往你的身体的两侧往内集中。再做一趟哦，把你的双手往外，你的手掌呢要很有力量的感觉到你的掌心的下方有一颗球，你正在拍打的它。两手交叉，感受到你是有拉扯的感觉。交叉打开，交叉打开。第四组动作，往前手掌推。拍大腿，手掌在推出去的时候感觉到有力量，然后呢你可以做吐气，吸吸，呼气，好，慢慢的往前推出去，回收回来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收，右边左边，上面下面，右边左边，上面下面，右左上下，二三四，下组动作，右边拍拍，左边拍拍，一样，你可以举动你的身体，往右边拍拍，左边拍拍，右左。记得在做的过程当中，如果你很喘，该怎么办呢？你只要做拍一下的动作就可以了。第三组主动作，往外，向外，往外，轻轻的往下压，一二三四。五六，两手交叉来，交叉打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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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一次双手，一二三四，不要急哦，二，回收交叉打开来，交叉打开。
打开，交叉打开，交叉打开。第四组动作，往前推出去，拍拍，推出去，拍拍，推。哎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在做的时候，尽量让你的身体呢不要有太喘哦，聆听自己身体的声音。我们要慢慢的缓和下来喽，把你的右手、左手前后的摆动，右、左、右、左、右手、左手，这个摆动的高度由你自己来做评估。哎，四，哎，三四五六，我们进入缓和动作，慢慢的回收回来，缓缓的深呼吸，吸一口气，两手慢慢的打开。吐气的时候，慢慢的回到你的腹部，再一次缓缓的深呼吸，两手撑开，吐气的时候慢慢的回来，再一次缓缓的深呼吸，拉高你的双手手臂，肋骨胸口扩张，吐气的时候还原回来，再一次深呼吸，延展胸口，呼气的时候回收，我们做最后一次，深呼吸拉开，吐气的时候回来，把我们的手心朝上捧起来。吐气的时候往前推出去，吸气的时候感觉到胸口鼓起，吐气的时候双手前推，我们做最后一趟，缓缓的深呼吸，两手手臂高举，吐气的时候回收回来，把我们的双手回到你的大腿，把我们的右手往前延伸肘弯，把我们的左手 hold 住你的手肘，往你的左后方进行延伸，感受到你的手臂的外侧的上臂有延伸伸展的感觉，在这边稍作停留一下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吸口气，吐气，回收回来。我们换手咯，把我们的手臂左手往前肘弯，由你的右手 hold 住你的手肘，往你的右后方进行，感受到你的手臂有被延伸的感觉，在这边稍作停留，三、二、一，双手再次回到膝盖大腿上，把我们的两手在你的胸口的前侧，指尖交握，掌心向内，大拇指朝前上，深呼吸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大拇指朝下，往前翻展你的掌心，吸一口气，把你的肋骨胸口撑起来，吐气的时候推，再一次深呼吸，带起了肋骨胸口，呼气的时候推，最后一趟，缓缓的吸，缓缓的吐，在这边停留，三、二、一，手心相对，还原，手肘撑开，感受到肋骨胸口撑开的感觉，两手手臂动一动，还原到你的大腿的上方，我们完成了这套的动作咯。多谢大家今天跟我们做会练习七分钟活力健肺操，爱给你，大家都爱活力健肺。